作品名称：地球仪图控教学系统。系统介绍：左边是电脑端操作画面，显示的是世界地图；右边是地球仪实物端。现在介绍从电脑端控制的功能。以亚洲为例，严选日本。这时候 PC 端会显示日本的相关资讯，并且在地球仪上面移动到相关位置，然后亮灯显示。再来点选台湾，这时候电脑端会显示台湾的相关资讯，地球仪移动至相对位置， LED 亮灯显示。再来点选中国，这时候 PC 端显示中国的资讯，并且在地球仪上面移动至相对位置， LED 亮灯显示。到时候一定要叫他把声音调掉，按掉，不要用声音。多点触控啊，调静音就好了。多点触控啊，多点触控啊。你看，底部看不到啊，底部看不到啊。哎喂，调镜头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不是按暂停，是按这个。